做一个距离计算，咱们把咱们在这里啊给它延伸一下，就是现在啊，好比说我决策边界是这样一个面儿，那我有这样一个雷是这样一个点，那我要算的不就是一个点到直线的一个距离吗？咱们来看，这是我的一个点，下面呢这是我的一个。 平面吧，或者说我的一个边界吧。那在这个平面上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式子啊？我说啊，它的一个平面啊，它是这样定义的：w 乘上一个 x 再加上一个偏置 b 等于零。咱们不管啊，这个 w 和 x 是几维的，反正呢，我就写出来这样一个表达式，有这样一个平面的表达式吧。然后呢，在平面当中啊，我的这个 w 是什么？ 这个 W 啊，咱们是不是管它叫做一个法向量啊？法向量是什么东西啊？法向量就是垂直于我平面的这个向量嘛。那接下来啊，我要算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点到直线的一个点到这个平面的一个距离了。我们来看，这是我当前的这个点，怎么样算它到平面的一个距离呢？其实啊，很简单啊，你就做个垂线引过来，不就完事儿了吗？ 你看，在这里啊，我做了一个虚线，那这不就是我的垂线吗？这是垂直的，然后算这样一个距离，不就得了吗？但是这个距离该咋算呢？直接啊，算一个垂线距离，相对来说啊是比较难的。通常情况下，我们怎么算啊？通常情况下，咱们这样式的。 我们来看，这是我的平面吧？诶，我说平面当中啊有两个点。现在假设啊，咱们随便有两个点，一个是 x 一撇，一个是 x 两撇。我有这样两个点，那这两个点都是干什么？都是在我平面上的吧？所以说呢，我可以把这两个点带进去啊。你看，x 一撇带进去，x 两撇带进去，分别是 x 一撇乘上 w 啊，等于一个负 b 吧？把 b 移过去，w 两撇乘上 w 等于一个负 b 吧？我再把 b 移过去啊，可以得到当前那个式子。 这个一式啊，就表示这啊，咱们现在有两个点，这两个点呢都是在我这个平面上的。那现在咱们再来看，两个点组成了什么？两个点组成了一条线吧，或者说你可以说它是组成了一个向量。那对于这两个点啊，假如说它组成了这样一个向量，那我现在说 x，我到平面的这个垂线，它是垂直于这个平面的。 那既然它垂直于这个平面，那它显然就垂直于这个平面当中的任意一条线吧。或者说啊，咱们这两个向量，假如说这是一个向量，这又是一个向量，这两个向量肯定是一个垂直的关系吧。所以说，既然说啊有了这样一个垂直，那就好变了。 我把这个向量给它指定出来，这不就是我的一个向量吗？然后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法向量。你看，我的法向量必然垂直于咱们这个平面上的任一条线组成向量吧？所以说啊，我这个 w 转置乘上这个 x 一撇减 x 两撇减 x 一撇，1, 或者、啊、x 一撇减 x 两撇、啊、是都可以的，它必然的结果值是等于零的吧？等于零啊，意味着啊，它们之间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咱们来看吧，我要回归到啊，我现在要想求的是什么东西？我想求是什么？我想求的是这个垂线的距离啊，但是垂线的距离我不太好算。那我能不能算点到点的一个距离呢？这可是好算的吧？咱们来看。 这是我的 x。当我不会求垂线的时候，我先求一个直线的距离。你看，我这块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直线距离，在这个直线距离当中啊，一旦我把它拿过来了，我去做投影，做它水平方向的不是水平，就是它竖直方向的一个垂垂直投影，这不就完事儿了吗？相当于这块，你看，咱们在这里算出来了这条直线的距离，然后呢，一旦我知道这个投影垂直的一个方向。 把它投影过来，这不就是一个点到平面的一个距离了吗？所以说啊，咱们来看在这里怎么去算呢？首先啊，我算了一下 x 到 x 一撇它的一个距离啊，这就是我的一个距离啊，这绝对值在这儿呢。然后算完之后要干什么？我要投影呗。投影怎么算啊？是不是得找一个垂直方向的投影啊？ 不光我们要找垂直方向的一个投影，还要找什么？还要找的是它投影的一个单位向量吧？因为你要算它的投影投过来，我要乘上它这个方向的一个单位方向向量。投影啊，这已经有了吧？咱们来看。 这不就是我的 W 吗？我的 W 是什么？我的 W 是法向量，啊。法向量必然是垂直的吧？所以说现在向量有了，那我怎么样把这个向量转换成一个单位向量呢？用这个向量自身 W 比上它的一个模，所谓它的一个模啊，相当于是它的一个长度嘛。这样我就得到了一个单位向量。有了一个单位向量之后啊，咱们再来看。 现在啊，这是我的一个直线啊，这是一个向量的距离，然后就这个绝对值嘛，所以说它是一个距离，然后呢再乘上它的一个投影，乘上完它的一个投影之后啊，咱们得到什么？咱们得到的就是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所以说啊，现在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推导，我们得出来什么？我们得出来了一个点到直线的距离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 再来看，在这里啊，我们这个诶 x 一撇看起来我是不知道的呀。那怎么样？这是随便说的一个点啊。那你说点到直线的一个距离跟你平面上任意的一个点有关系吗？显然是没关的吧。所以说我要尽可能的给它约掉。怎么约呢？咱们来看这一块是有这样一个式子吧，我们给它展开啊。 这块是一个 w 再乘上一个 x，我们看把括号里边展开啊，再减去一个 w 乘上 x 一撇。那 w 乘上 x 一撇等于什么？来看，我们是不是刚才说啊，x 一撇在这个平面上，所以说 w 转置乘上 x 一撇等于一个负 b 啊。那我直接把这个负 b 带过来，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不就是一个负 b 吗？ 然后呢，这块是一个负，这块是一个负，负负得正，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个正，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在这里，咱们来看，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说把这个式子展开了？展开完之后，就得到了一个 w 转置乘上 x 再加上 b，别忘了还有这样一个绝对值。那为什么把 w 模分之一提出来了？因为 w 模啊，它是一个恒正的，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把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就给求出来了。 有这样一个 w 的一个模，然后呢，再乘上一个 wx，再加上一个 b 的绝对值，这个就是我点到直线的一个距离。一会儿啊，咱们还要用到这个公式啊，大家、啊、先一定要把它理解好。点到直线啊，咱们这个式子是怎么样给它推导出来的？然后呢，咱们要来看吧，接下来啊，咱们就要来把这个事儿啊，给它做的完整一些。 咱们来先定义一些东西啊，就是假设说啊，现在我有一个数据集，我的数据集啊，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有 x 一啊、uh,，y 一，x 二 y 二，一直到 xnyn，x 是什么？x 是我的数据，y 呢是我的一个标签儿。 那咱们来看，假如说啊，咱们现在有 n 个数据，n 个数据里边呢，就 n 个样本对应 n 个标签嘛。那咱们在推导的时候啊，先做这样一个假设，也就是我的一个支持相机啊，咱们要做的是一个二分类的任务。所谓二分类任务啊，就是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要么分成正例，要么分成负例啊，跟我们那个逻辑回归啊是差不多的。 那这里咱们又做了一个定义，哎，在逻辑回归的时候咱们怎么定义的？是不是说我说正力是一个正一，负力是一个零啊？就是咱们有一个一和一个零。为什么一和零啊？咱们大家没忘吧？我是要进行一个组合呀、啊，所以说我引入了一个一，还有一个零。但是呢，在这个知识相机当中啊，它就不一样了。在这里啊，我们定义稍微有有一些区别，我们来看。 我说啊，当一个样本的一个标签它是一个正例的时候，注意点啊，这个非常重要。咱们来看，当它是正例的时候，我说它是一个正一，它的标签等于正一。当它是一个负例的时候，我说它的一个标签是等于负一的。有这样一个式子，一会儿啊，咱们就看到了为什么要用正一和负一来进行一个代替。 那现在啊，我们来说我们的一个方程。假设说呀，我现在做了一个决策边界，你也不用管啊。当前你的数据是一个多少维的啊？它任意维，咱们现在不管。那我决策边界什么？y 等于 w x 加 b 嘛，这就是我的决策边界嘛。然后咱们来看这里啊，稍有些不同。正常啊，不是一个一个 w 乘上一个 x 嘛？ 那这是什么个东西啊？咱们好像之前啊没有看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咱们先不管啊，一会儿咱们用到时候再说。暂且啊，你就把它当成这就是我 x 数据本身就好了。先不管啊，咱们这块多了一个符号，它是什么意思？先把它假设成就是我数据的一个本身。那这里我现在有了一个决策方程，决策方程啊，相当于就是我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函数了。那这个预测函数啊，我们先给它做这样一个定义。 当我预测的一个结果是大于零的时候，我说呀、啊，它是属于正例，对应着一个正例就是 y 值，它是等于正一的。那当我的一个 y 值它是小于零，或者说 yx 它的预测值是小于零的，这个时候啊，我说啊，咱们当前得到的结果是一个负例，也就是 y 啊，它是等于一个负一的。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做了这样两个假设啊？在我的这样两个假设当中啊，就是得到了啊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值。有了这个结果之后啊，咱们来看这个结果，你给它分开去写呀、啊，看着是不是啰嗦一下？咱们给它合并一下。既然对应一个正例，它是大于零，对于一个负例，它是小于零的，那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果啊？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标签儿，y 啊是我数据当中本身的标签儿，这个呢是我的决策边界，相当于是我的一个预测函数。我说啊，它俩现在乘积必然是大于零的。 这个是恒成立的吧？你看，就是在这里，它是这是大于零的，然后它是对应正一，小于零的对应负一。所以说啊，它俩无论是正立还是负立，y 啊乘上一个 y s，它的结果啊都必然是大于零的。咱们现在啊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就是 y 乘上一个 y s，它永远啊都是一个恒大于零的一个值。